我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袁莎，谢谢大家和我一起分享音乐，分享古筝。在上节课的课程当中呢，我为大家介绍了古筝的历史，介绍了古筝的音乐，还有我们弹琴的姿势，还有如何装戴我们的假指甲。那么在做了充足的准备之后，我们今天终于可以尝试着开始弹奏了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在古筝的弹奏当中，最重要的三个手指，也是最基本的三个指法，就是我们的勾、抹、托，也就是我们的中指、食指和大指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个指法的符号。第一个中指成为勾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符号，是一个半圆形，像一条弧线一样的。我们的第二个指法抹，是左高右低的一条小斜线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最后是我们的大指托，像一个大写的 L 型。好，大家看一下。那么这三个指法是我们最基本、最常用，也是最重要的三个基本指法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地记住它。虽然这些名称大家并不熟悉，但是我想因为一共只有这三个名称，整个我们的十大基本技巧之内，我们可能最多出现的就是这样三个符号，所以应该是非常容易记住它的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次，勾、抹、托分别是中指、食指和大指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弹奏。首先来看我们的中指，好，我们会发现其实弹奏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，只需要将我们的假指甲贴在琴弦上，轻轻地拨动手指就可以了，它就会发出非常美妙的音色。好，所以弹奏这个动作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将假指甲贴在我们的琴弦上面，轻轻地弯动我们的手指关节，好，就能发出优美的音色。再来看我们的食指，角度也是一样的。好，也是将我们的假指甲事先找到我们想要弹奏的这根琴弦，轻轻地弯动我们的手指关节，好，就会得出我们所需要的音色。那么需要稍微进行强调的是我们的大指，因为我们发现如果我在弹奏完中指和食指之后不调整角度的话，我们的大指正好触弦的位置是假指甲的侧面位置，所以当我在弹奏大指的时候，可能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我弹琴的角度，最后呢，也就是说让我的大指的假指甲能够平面的贴在这根琴弦上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准备就绪了。好，轻轻地弯动我们大指的关节，就可以得出我们想要的音色。好，所以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弹奏这三个手指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好，第一点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涉及到弹奏当中的一个音色的问题，这个将来在乐曲当中就会比较明显。好，那么也许细心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，就是我在弹奏的时候，我非常小心地注意调整我触弦的一个角度。当我们的假指甲非常平面地接触到琴弦的时候，得出的就是光滑圆润的音色。可是当我们的假指甲侧面接触琴弦的时候，大家会听到有呲呲呲的杂音。好，所以这点非常容易记住，请大家弹奏的时候一定要能够让我们的假指甲平面触弦。
食指也是一样的。好，到大指的时候，为了让它能够平面触弦，希望大家调整一下我们胳膊的角度，调整到大指能够平面触弦为止。好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当中指和食指转化到大指的时候，我们的胳膊会有稍微有一个小小的调整角度的动作，但是这个动作不要去夸大它，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音得出的都是光滑而圆润的音色。第二点呢，大家随意在弹奏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会带出来这样一个动作。好，那我想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，动作太大了。那么在特别慢特别简单的时候，动作大可能不会带来什么后果，但是如果将来在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，我们越大的动作就越会影响我们的速度。所以为了今后的一些快速着想，我们的弹奏一定要减小动作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确一下，我们弹琴的时候任何一个音都要学会运用手指关节。看一下，好，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手指关节，大指也是的。好，那么学会动手指，而不是靠手腕，甚至靠小臂，甚至靠大臂，这样的话将来我们会很笨拙啊。所以很多时候到了快板的时候，或者到了乐曲比较难的时候，很多同学就会有疑问，为什么我的速度总是快不起来呢？那我想你的根源就是在入门时候的方法，也就是说你没有学会运用手指，那么在长期的学习过程当中，你的手指始终没有得到锻炼。好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我们在简单的弹奏这个动作当中，一定要重视我们手指关节的运用。好，那么第三点呢，我想在初学者身上呢是比较常见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弹琴的时候，我们的触弦没有分寸，有时候插得太深了，那么大家会看到我们弹到了胶布的位置，这个时候就会带出来一个杂音，我们会发现得出的音色没有那么干净，没有那么纯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在初学开始弹奏的时候，一定要弹奏的位置是限于胶布以上的位置，然后平面触弦，然后运用我们的手指关节，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三个要点。那么再有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在随意的弹奏我这三个手指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在这个位置弹，然后我也没有在这个位置弹，好，然后我是在这个位置弹的，太靠前梁的位置，我们会发现声音很尖很薄，那么它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音色。太靠中间的位置呢，它很柔和，其实也很好听，但是呢它的琴弦过于软了，它不利于训练我们手指关节的力度。所以在初学练习的时候，我们最佳的位置是距离前梁两寸左右的位置，这是我们最好的弹奏和练习的位置。做到这些要点之后呢，最后我再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我们一个松弛的状态。有的朋友啊，或者有的同学是这样子弹琴，好，攥着拳头。还有的同学，好，张着手掌。那我希望大家都记住，这两个是错误的弹法。我们正确的手型应当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在放松的时候，手臂自然下垂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掌的形状其实就是一个最松弛的状态。那么任何时候，将来学到任何一个技法，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手型。当你感觉到累了，感觉到紧张了，我们就放松，让我们的手自然下垂，好，然后找到最放松的最自然的手型，好，然后再开始弹奏。当我们在弹琴的时候，请大家不要端肩，不要低头，我们一定要保持自然松弛优雅的姿势。